我姓张，叫张海晴，是浸会大学派来的特务专员。我的目标就是要融入这里的环境，听取大家平时在学校遇到的问题和意见，为浸大即将落成的新宿舍 Village Care 收集意见，完成我推动 co-creation process 的任务。哇！新紀錄啊，寶兒姐，遲咗成粒鐘先到。紅牆道又塞車咯喎！你嗰個都好似係咁又開住咩？我住 hot one dip 都早過你啦。我為咗上呢堂八半天都未光就起身咯喎，咁遲到我都冇計噶。嗱，咪我唔幫你啦。你每晚臨瞓前對住佢講七七四十九次，我要住 hot， 咁你下個 sem 就開住噶啦。係咪真係得噶？Rack 咩科好呢？咦，呢科好似几好喎、啊？问下有冇人同我一齐 rack 先。有冇搞错啊？全部都难剔我。食饭我自己一个，上堂我自己一个，唉。咁算啊！咁又好似间房都有人用喎、啊，拍埋晒成间 BU， 不如听日再做个 project 啦。吓，听日二三唔够 deadline 咯，不如再搵下地方做咗佢算啦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。收集意见唔使偷偷摸摸喎，嚟紧浸大将会举行一连串嘅公众咨询活动，听下大家对于浸大新宿舍 Village Care 可以点样发展嘅谂法，务求令到大家都可以得到更加好嘅生活同埋学习体验。Village Care 将会有四栋新嘅宿舍，来自唔同背景嘅学生都可以入住，喺呢度共同建立属于你哋嘅 Village Care。一齐生活，一齐学习。Village Care 下面的 Creative Hub 为同学提供更多的空间和设施，丰富大家的学习和生活体验。配合 Village Care 的 Living Learning Communities， 有不同的校本课程、跨学科课程和活动，令宿生可以在满足学业上需求的同时，又可以同其他宿生有建立共同的学习经历。当然不少得各种服务学习的活动，令同学可以建立同社区之间的联系啦。无论你是浸大学生、教职员定是街坊，都可以成为建立 Village Care 的一份子。如果你对 Village Care 有任何愿景或者想法，就记得来参加我们2至7月的咨询活动，一起来 co-create Village Care 啦！